哦，那个没有办法，你可以再调整一下它的解析度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，就是说第一个部分的话，我们如果要产生一个首页，有没有？这边这个首就是说一跳进来会在这个画面会停留一下子的话，那你可以在 config 点 XML 里面放个图档，这样子比较不会让使用者觉得说，怎么一直卡在那里？怎么都没有动作了？有没有？就会停在那个画面上面。 啊，特别注意，因为呢，我们这个 sample 呢，它预设是直接去抓云端上面的这个JSON 档，那个 JSON 档哦，档案还不算太小，那有几百 K， 所以哦，如果说你今天呢要能够露那一张图档的话，恐怕要点时间哦。而且还有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因为这个档案是放在云端上面，所以如果说你的手机没有连云端的话，那很抱歉也。 找不到这个图档，找不到这个档案，所以呢，甚至这个画面都看不到，特别注意哦，因为我试过，如果在没有网络的地方，或者网络3 G 讯号不稳定常常就跳出一个错误，那表示怎么样，连不到网络上面的那个资料，所以让这个第五章这个 sample 其实这样的写法有点危险，怎么说呢因为它的资料随时都要连线。 那如果没有连线的话，很抱歉就连不就看不到东西了。所以一般我们实际上在作业的话，可能会再另外一种做法，就是说可以先把档案先怎么离线下来。那等到有需要的话再去 update 就好了。不然的话随时都要连线，随时都要连线。除非说你那个资料是像怎么，可能每秒钟、每分钟一定都会更新的那种资料的话，才比较需要说不断在连线。像这个。 比如说像这个什么住宿的资料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会变动的几率没那么大嘛，不是说旅馆每天都在换老板吧？这个一开下去可能就是大概应该几年吧，不可能说一下子就换老板的，除非一些小吃店有没有，那开得下去就可以开个好几年呐，开不下去大概几个月就倒了。像最近那个捷运站附近你会发现经常在换老板，因为它店租。 又涨了，涨了之后有些老板他不想租的话，要换了嘛，对不对所以相关的讯息，如果说那个资讯会不断在改变的话，那你就用连线的。可是不是的话，可能你就可以考虑离线的。那离线的做法当然这一题写的用程式来帮我们产生，不过你会发现这个难度还蛮高的。那后面的话有几个步骤，就第一个，我们用 config 点 XML 产生主画面跟 icon。 第二个的话呢，它会先帮我切割什么呢？到底台北市的旅馆有几区？它是用区来区分，然后后面的话会有个小 icon，小 icon 里面的放什么呢？放到底有几家？比如说万华区有几家？这个几家是用运算出来的，即时运算出来的哦。当然哦，我是觉得如果你没那么厉害的话，你可以离线来做了。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把它改成离线版好了哦，不然的话。 恐怕有些同学对于那个连线。